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。什么是圆内接四边形呢？也就是一个四边形的四个顶点都在同一个圆的圆周上。那么我们要证明这样的四边形呢，对角会互补，也就是图中的 S 加上 Y 会等于180度。角 A 这个圆周角呢，所对应的弧呢是 BCD 弧。我们知道圆周角所对应的弧，那个弧的度数是圆周角的两倍。角 A 这个圆周角的度数是 S 度，所以呢 BCD 这个粉红色的弧呢，它的度数就是 2S 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角 C 这个圆周角，它是 Y 度，所以呢它所对应的弧 BAD 弧，就是绿色这个弧呢，是它度数的两倍，也就是 2Y 度。我们知道红色的弧跟绿色的弧呢刚好围成一整圈，也就是 2S 度加上 2Y 度会等于360度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 S 加 Y 就会等于180度，也就是圆内接四边形对角会互补。